爽完日本新攻略来啦！我去了现在台湾人最想去的超级任天堂世界。它的那个电车的车体是猫咪的造型哦，然后里面的内装也全部都是猫咪的设计，就连那个车站也是猫咪的设计。它是一个超大的树干，然后把中间掏空，我们就要在那个树干里面泡温泉。今晚9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